练习小丑之舞，请先把左手的等速感跟跳音练习练顺，然后再来就瑞西哆西拉嗦，先做这个，先把这个东西做清楚，然后做顺了，再把两只手组合起来，瑞西哆西拉嗦，再一次瑞西哆西拉嗦拉西哆咪瑞，我们再一次哦，西哆西拉嗦拉西哆咪瑞，呼吸。好，这边再看一次，西咪瑞。好，缩指接到这里，西哆西拉嗦，一四三二一。西咪瑞，西哆西拉嗦发咪瑞。好，那这八个小节做顺了之后，请再延伸到高八度的地方，其实是一样的。